五个全蛋，白糖，一分钟左右就能打成这样，发泡了。加入面粉和三克的泡打粉，大概两分钟打成这种细腻的状。加入色拉油、水，慢速搅拌均匀，倒入铺好纸的烤盘中，尽量的把它刮刮平整，震一下。裱花袋里是一个鸡蛋黄，拿一根筷子来回划。做月饼剩这么多大芝麻，往上一撒，上下170度，来半拉点儿。这酸菜蒜味嘎嘎的，洗它凉水。酸菜、盐、小苍绿，生命的源泉。稍微缓了一下，还带小冰碴的呢。哎呀，掰完肘子搞里头。来18-20分的。淡奶油、白糖随意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肚子大盐，做了一盘生日快乐，好长时间不吃了，挺馋的。一般还有奶油，必须做。弄了一盘，小伙伴看不出来吧？我要不说，小伙伴能猜出来吗？这我哥们送给我的鳗鱼，别看它长成这样式的，但是贼好吃。就是它那已经分块了，然后我不舍得扔汤，掰撒撒声。海绵打法的，全蛋它简单呀、啊，馋啥咔咔就是做。撩嘴馋了，小宝。这口感也贼好，但是它没有那个就是戚风的那么软，古早的那么软，毕竟没酸菜感嘛。不是没有那么软，是没有那个那么细，但口感是杠杠的，中间是小棉花似的，它海绵呢。这样吃才快乐。冰冰凉凉，甜甜。哎呀妈，咋那么好吃呢？香，不能不拌。这台奶油挺好吃的，它比那个智能风车那个还便宜10来块钱。饿了，捅过老半天了，甜。这汁儿好吃，
么神仙的味道，还得是肉。蛋糕好吃，也馋，没什么事就老馋，但吃不出来太神仙味儿。哥们给我两袋，两袋正好六着一盘。他说是二斤，我感觉加上汁儿差不多，哎，汁儿得有了一斤。刚才就是西人鸡块，在这说六字儿，这是一整个的肘皮，让我像扒衣服似的给全扒下来了。就肘子里边带这块肥肥，大香。哇，什么神仙的味道，还是这馅儿。哎，这小味儿，要不然酸菜里边你要不放肘子，不放点肉啥的没个血，烧的。直接就快乐了。酸菜汤饭啊，这酸菜饭，没水了。啊，太鲜美了。辣不有小伙伴啊，大一点，太往上了，真好吃。
好像啤酒，好像进小馆也不行。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人踏实，浑身就是暖和。进小馆。这他就跟玩似的。今天就吃到这儿吧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